老哥啊，阿姨屋里肯定我给帮忙的。好，你回把饭弄了。你不在别屋吃了？我不在屋里吃。哈，那我上次给买羊肉，那叔他说呢，你锅太熟了，给你搞点好东西回去给他补一下。拿回来一看羊蛋，嗯，这个人还有点大的。先把它提起来，等下切了以后把它腌一下，这个腥味大。大上滑刀。哎呀，把羊蛋腌一下，来点盐，来点料酒，把它腌入味。让它腌了，我给找点光脚去。这辣椒回去炒那个羊蛋。回了，把辣椒切丝，洋葱切一点。炒开，少油，花椒，生姜、大蒜，加入羊蛋，羊蛋一炒缩水了，然后下生姜，来点盐，来点生抽。来点剁辣椒，来点胡椒粉，青椒炒熟就行了。撒粉勾芡，起锅。起锅。大补的菜，是个麻王，你讲，是吧？他们能，不能吧？羊蛋，吃不出来，不腌了，那让爆炒的，看不行了。
还是蛮好吃。这个本丸鸡蛮好吃，这玩意儿那个叔叔是大补的，啊，你那长得太瘦了，给你补补了。啊，大补的，他还把我把棒子上骂。他说那个厨房胶，然后放点洋葱一炒。香。我觉得再熬个什么汤，啊，一起喜欢。冬瓜汤啊，汤圆的冬瓜粥。尝尝。